59.9 咧係兩碟肉加個炒飯加個呢個魚子。喺呢個時間購買同埋網簽先得係嘛？譬如我喺上個月我四月份買嘅，跟住我呢個月網簽得唔得咧？我喺成個中山市啦，我買咗新樓之後有送嗰啲電子優惠券，但係嗰時嘅話咧，嗰個用途係只可以購買家具家私咁樣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Max。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汕格健啦，又有爱表姐阿姨。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汕格健啦，瑶瑶。咁今日咧就去过嚟中山市嗰呢边啦，同瑶瑶一起去看下嗰、那个嗱，因为呢排咧政个中山市政府咧唔系话有政策系可以系免唔系可以去消费券系1/5%嘅嗰个消费券，咁我哋今日去研究一下究竟系点去攞。咁我前面都有打過電話嘅，咁等陣因為咧我打咗兩次，因為第一次咧我係聽完之後係真係冇，咁我第二次咧真係錄音俾粉絲睇，遲啲我等陣我開頭大家都可以再聽下嗰段錄音嘅，咁都聽，反正就係、是、有呢個政策，但係咧具體點實施咧，即係點去執行咧，就係、是、未明確落嚟嘅。咁今日咧我哋嚟咗中山東區呢邊啦。咩事？聽講你揾咗一間59.9嘅牛肉火鍋喎。係啊，呢啲窿窿路路啲我出色揾噶啦。咁我嚟下先睇下。係啊，咁我都加多少嘢，因為咧59.9嘅咧嗰個咧係叫嗱，首先叫做能記牛大力火牛肉火鍋，呢個名。中山首家牛肉火鍋，紅叉叉。係啊，佢呢度又晚黑又有燒烤啦，咁啊我睇下呢度有燒烤嘅。咁啊！佢門口裝修幾寫意喎，你覺唔覺得？係啊！即係佢又唔似牛肉火鍋店，然後咧一開始我以為佢個正門口喺嗰邊嘅，咁啊結果咧兜咗圈，睇錯咗定位。佢係一間清吧嚟嘅，睇下。又可以飲酒，又可以打牛肉，打邊爐。呢度睇下先。咁啊，我哋啱啱。唔係佢，然後咧。我點咗嘢已經上咗餸噶啦，咁上餸同大家講下啲錢大概幾錢啦。佢嗱佢有露天嘅，佢而且都有濕邊入邊有啲，我睇下調料位置。阿媽你切唔記得影俾大家，唔好意思。咁啊佢啲調料都好中數，冇咩人去食噶啦，點報啊？頭先嘅話咧都見到老細喺度切緊嗰個牛肉。點報？咁啊，佢入邊都有啲位置嘅，可以睇下入邊啲圓台。可以睇入邊個有圓台啊！佢睇起身咧就有啲似又打邊爐店，但係又有啲似音樂餐吧店咯。頭先個小姐姐仲送咗我一扎花，哇！嚟俾你，送咗花飛。送俾你，飛哥。送俾你，飛哥。我母親節嘅禮物喎。係啊，攞住啊，攞住飛哥嚟。攞住，攞住，攞住。咁啊，佢仲有二樓嘅喎。咩？上邊仲有二樓喎。係，仲有二樓啊！呢邊就比較地方都比較大咯。比較大。咁啊，我哋59.9先同大家講下澄清下先。59有咩先？59.9咧係兩碟肉。加個炒飯，加個呢個魚子，加個青菜。咁我哋加咗。仲有個湯底咧。湯底，咁啊，我哋自己加咗三份肉，因為我係大食啲啊，咁我又加咗三份肉嘅，三個人四份肉點都先夠噶啦，先嘛，係咪啊？嗱，煮開，水滾開啦，擺落去先。咁等陣我哋就去嗰個住院局，我哋睇下究竟係咩情況啦，好嘛？因為咧，坦洲嗰邊嘅係即係佢去民政事務處，即係佢都係叫你去翻叫你問翻去政府嗰啲嘢單位，所以我哋今日就直接喺坦洲鏟過嚟市區。係啊，直接鏟過嚟，揸咗幾耐車啊，飛哥？45分鐘。9個字到咯。9個字，哇！嗱，絕對係潑身潑命㗎啦。大家絕對係呢千，哪怕千分之五，哪怕萬分之五，我哋都過嚟噶，係咪先？錢嚟㗎，係咪呢啲人？啊，咁我哋就調將火調大啲先。呢個用最大先啦。佢呢、這個
一開始咧，我以為呢個唔係打邊爐台嚟，我以為係嗰啲正常食飯台，然後隱藏式嘅咯。哦，喺地下。喺地下。嗱，咁我哋就食嘢先啦，因為呢啲牛肉火鍋大家經常見㗎啦。咁啊，到時具體呢間啲餐食咗幾錢，我就拎張圖，即係算個總數，發俾同大家講。我估計咧就59.9加20蚊加50多蚊 ，total 100多蚊，100多蚊人均40蚊左右咯。好抵食喎！市區食，而且係食牛肉火鍋喎，係嘛？有飯、有菜、有肉。四個肉。五個，呢度就牛丸。咁我哋食咗先，等陣食完嘢，我哋去影下嗰個住院局嗰邊係究竟係咩情況俾大家睇。好啦，咁而家就同阿瑤瑤入齊嚟到呢個住院局，咁政府單位入邊就。不可以影相，我就將個手機擺入褲袋噶啦。大家可能等陣就係睇黑色畫面噶啦，入去啦。睇下先。好，擺入褲袋。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看到那个公众号有推送说买那个房子有那个消费券的。在这里咨询吗？对。应该你打这个电话。打哪里？883-88300-00-520-520。房产科你打这个咨询一下。因为我刚刚问了那个保安，他说是在这里。妈，好像现在还有吗？不是到六月底。我看到六月底的，因为刚刚我买的。问一下这个客服，然后我还没有交汽车哦。他是在这边办公吗？这里问得到吗？你打电话去问。先问问。哦，好，你先问问呢。好，谢谢。谢谢。咁我哋再问下先咯。我打呢个电话。啱啱就我哋去试咗啦。又將我哋好似個波咁踢嚟踢去，咁我哋出翻嚟打呢個電話錄音俾大家聽下先，揾個音量啲嘅地方先，唔緊要，慢慢行，佢都未聽。咁今日好似好多人過嚟開會啊，會咗車。咧，我好想問下咧，呢排我喺公眾號見到好似話買房有送嗰個消費券啊，啱好咧，我呢排喺潭州買咗套房，咁我而家已經網簽咗，就唔係交契税嘅。我見嗰個時間好似係話5月1日到6月30日呢個時間段買房，跟住網簽就可以送嗰個房價5%嘅消費券，係嘛？咁嗰個消費券嘅話，我到時幾時去領取咧？呢個具體後續會出另行嘅通知啊。咁到時我點樣可以睇到嗰個通知啊？應該都係喺我哋中山住建官網都會發布。哦，我記得兩年前嗰時我都有見到，好似嗰時係中山買樓有送嗰啲消費券，不過嗰時嘅消費券嘅話，好似係話只可以買啲家具啊、家私咁樣指定嘅地方。咁我想問一下呢次佢送嗰個5%嗰個消費券嘅係咪同以前個政策一樣㗎？具體嘅話，可能要等通知出嚟先清楚。哦，等通知啊。咁大約幾時可以通知到？知唔知咧？這個幾時都是具體，不清楚，但是我覺得都會盡快的。哦，有沒有到時那些用途呢是只可以買家具還是怎樣呢？全部都要等通知出來，即全部都要等通知。咁我見到都有一條啦，啱好有個朋友佢都係舊房賣咗，準備買新房。我見到好似話以舊換新都有送嗰個2000蚊嘅消費券嘅嘛。以舊換新2000蚊消費券，係啊，都係我哋中山住建嘅嗰個活動嚟㗎。啊，咁呢個通知喎，呢個消費券依家出咗未咧？等等下，呢個我應該都係好先會出具體嘅細則。哦，都要等係嘛？我見到話即係以舊換新同，比如第一條。我買了新的送嗰個5%的消費券，佢兩條都可以一起用嘅喎，係嘛？係，佢想係寫住享受第一條補貼嘅同時，
哦，但係好似我又聽4月4、20到12月31號期間。但好似我又聽啲售樓售樓部啲銷售話咧，好似唔好似嗰個時間係咁樣喎。佢同我講係我係今年即係2024年5月1號到6月3號之前，我呢個時間我買咗樓啦，我網簽咗，但係我唔需要喺今年6月3號之前交契税，我去到2026年6月3號呢個期間交契税就 OK 喎。是的，是到2026年。哦，即是我网签的时间是不是一定要在5月1号这个时间到6月30号在这个时间购买和网签才行吗？譬如我在上个月我4月份买的，跟着我这个月网签行不行呢？可以的，因为它是以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即是它是以我网签的时间为准的。是，即是我可以理解成，即是我可能是，但是你一定要在5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买，跟住而且在那个时间段内网签备案。那5月1号这个时间是不是看回我的定金收据呢，定是怎样呢？即是譬如我是4月30号这个时间我交了定金的，那我网签的时间在6月30号之前，这样都不行？要全部交易都是5月1号到6月3号期间。即是我理解一下，我5月1号譬如我交了定金，我买了套房，那我6月3号之前我网签了，跟住我可以不交契税，我去到26年的6月3号之前交契税，我就有5%的店主消费券了，是不是？是。那譬如我现在是网签，我5月1号买了套房，跟住我6月3号之前我交了契税了，我网签了我未交契税，那我的电子消费券是现在会给我，定是以我交契税的时间呢？你意思是都是那个消费券给你的时间？是啊，就是我领取的时间。是，它是以我交契税为主，定是以我网签的时间呢？佢呢個一定要交税後先可以申請。交税後先申請。咁譬如我而家我6月3號之前，我嗰套房都差唔多去網簽，網簽到，我暫時冇諗住咁快去交契税嘅話，咁即係我領取唔到嗰5%嘅消費券咯，要等我交咗契税之後先可以。係，一定要交咗契税之後先可以申請。即係依家你哋暫時都未知道幾時去發放嗰啲消費券，跟住嗰個用途仲未知嘅係嘛？後續會出通知，暫時仲未。哦，好啊，好啊。咁到時個我係咪喺嗰個公眾號上邊可以睇得到咧？係東山住建呢個公眾號。哦，好啊，好啊。留意一下，係。嗯，好，唔該曬。嗯，拜拜。拜拜。好啦，咁我哋就打完個電話，就佢都要係要等到去到6月30號，唔係6月先，可能要再過一排咯，可能月底或者係6月初先會出詳細嘅點去攞，然後點去使用，咁啊呢啲用途同嗰、那個新攞取嘅方途徑。不過有一點咧，可以同大家確定翻嘅，即係喺5月1號呢個期間買新樓，譬如話5月1號交咗定金啦，我去到6月30號之前網簽咗。我不需要交契税，我在26年的6月30号之前交契税都可以领到房价的5%的电子消费券。反正就是总之来就是你要是5月1号到6月30号购买 并网签，然后咁啊嗱，佢消费券嗰啲嘢佢都要你交完契税之后先俾嘅，等于是帮你交一部分契税咯。因為嗰個你交契税嘅話咧，需要喺部書開咗發票之後，你先可以交啊嘛。咁如果有啲樓盤嘅話，可能你未收樓嘅話，開唔到發票咯。但係呢個時間段嘅話，基本上而家計起有兩年嘅時間咯，時間係比較長嘅。時間比較充足嘅。係，但係而家嘅話暫時未確定到，到時佢嗰啲消費券，譬如我100萬嘅樓啦，我有5000蚊嘅消費券，到時啲消費券點用咯？因為我記得疫情嗰時咧，嗰時中山政府都有出過一波，即係我喺中山市區，我喺成個中山市啦，我買咗新樓之後有送過啲電子優惠券，但係嗰時嘅話咧，那個用途係只可以購買家具家私咁樣嘅，但係呢一次嘅話暫時未話到要點樣去用咯，所以到時我哋等翻六月份啦，到時中山嗰個住院局佢有新嘅通知之後，公眾又有嘅新嘅最新嘅消息，到時我哋都會更新翻話俾大家知嘅。係啊，反正到時咧佢。官方一出進
即係出詳細嘅呢啲資料，我都會嘅，我哋會盡快去大家同大家解答翻呢個點去攞啊，點去用啊，咁啊呢啲如此類多攞多如此咁嘅嘢。好，咁就呢條片就翻去到呢度啦。咁我哋就啊都到咗中山市區啦，等下去睇下中山市區有咩靚嘅樓盤拍俾大家啦。嗯，好啊，好啊。好，拜拜。